他这一招厉害，二零中间二零，跳，哪里？堵他回来的路，他有回家吗？有回来回在路上，回家路上，回家路上有我跟鱼，哇、哦，爆炸，吓死我！赶快走！杨哥下去了，杨哥去岩浆了。杨哥，中间，中间，你还我装备哦！你的装备是我的哦！啊，打下去！啊，死光了，装备炸光了，炸光了。中间，而且中间拿回去，两颗头，满意了。有小雨色。扫射，盲射，看不到吗？有人捡到吗？那十秒怎么那么久啊？为什么好像没有？中间，跳进去啊！音乐有吗？为什么现在才有？应该你是上面。我没有，躲在后面就看不到了吗？截肢，杀蜜蜂之剑，有我捡到了。好，对，看不到，好黑。啊，放回去，跳，哎。走，杀蜜蜂，跳，我觉得很满意了。我要放了、哦。啊，三二一，难怪他一直冲，他要等我们放，给他退一下，退一下。啊，炸一些红魔鬼好了。他们从天桥来了，真的，我正要来天桥，走开，丢，杰克，你的身体露出来了，那吉是挖到我们家来了，楼下那一个，我自己掉了，小雨在底下哦。可恶，我以为可以射到他的身体，射不到。杰克，你在绕圈圈吗？要帮你吗？小雨在后面绕圈圈。哎呦，炸弹啊！我空降。他臂力不够。这小雨，射到。你有吃的吗？两块肉。肉，有，给你肉。感谢。肉吃起来。炸红魔鬼，炸爆他的肩膀。杰克在底下哦，小心哦。感谢。是他刚死过。会员。手榴弹。我忘记那个第三个字怎么念了。他尸体的。不秀。啊！我都要加体来把木啊！你没知道吗？快吧！你无接到哟。我只要着讲。哎呦呀！下去啦！再吧。我看红魔鬼消失了。嗯？还有东西没炸到吗？有了！哎呀，豪华婚宴了，姐姐，太快！这一次怎么都这样？还我钱来！嘴腻。还我钱来！不搞的事，不搞的事。我记得你第三个字不念牙，那叫什么忘记了？人家楼下为什么有个发光的？那几把？都不知道在干嘛。对吧？那个很强，灵魂交换。你要不要用刚刚战术？没错，我要看你在哪里。我看到我们家岩浆里了。好，反正我有一颗附魔青苹果。好，他们也岩浆，我要死，他一定死。对，这岩浆好烧。岩浆死掉了，去中间捡东西。有了，捡到了。我觉得这 OK 啊。我捡到了，我下了。反过来，对方也可以用这种手段，就是看有没有那个瞬移无敌黑爪。可以，给过。巧克力回来了吗？有，还没。来打一下杰克。对。我宝石准备要放，你先回来。那你放，我直接送走。等一下，他们在家里。为什么有人接我？你为什么死掉了？
啊，你干嘛在家里？你要跟我离婚？不是，小雨在家里，有人啊，有人家里有人，他想拆散他，他想拆散你们。又是小雨，去死团哎！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头怎么矮啊？有三把。巧克力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你弄，我有摄影，我可以顺走。哎呦，放了放了。好，放。哎，那我也看各位。直接再射一波，嗯，哎呀要哭了，哇，拿到好多手榴弹了，在楼上啦，小二在地狱门。哎呀，杨，你走，我只是想要买食物而已，我只是不想让你们买食物而已。这炸一下，哦，跑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你去地洞啦，杨洋。是小雨直接掉下去了，小雨掉岩浆，小雨掉岩浆。啊 ，OK， 跟杨打个招呼。啊，他不理我。嗯，金苹果 ，OK。哎呦，金苹果买起来，把他们家当自己家走。是。嗯。有，吃饱了。谁啦？我在吃饭。吃饭时间。我截肢你。我来了。我的截肢克星。我从他们家拿的手榴弹。有。为什么会有安呢？送书给我。雷神，他正在呛我吗？送了雷神之书。哎呀，有钱都直接氪金了。杨洋，没事。我骗了杨洋，跟你讲，杨洋无敌用掉了，我根本不想打他，可以上他了。杨洋，他在这里。他在二楼。没有，他在门外。好了，他没无敌了。他在门外，用炸的面对他就好了。洋洋要死了，洋洋，他回不来啊！他们这里坑坑巴巴。我捡到了，繁星可以拿到。哎，你没拿到，繁星？咦？没捡到，还在地上。在谁身上？我，终于了。你回去。我做钻石产。他如果把他王座给炸了会怎样？嗯。我王座，因为他会重生在王座上。嗯，然后到时候他就孤立在上面，孤立的王，拿箱子把他包起来。哎，王好了，我到家了。等一下，再让我炸八个。好，看会如何。我不会再打死他了，我只是看看孤立的王。哎。Hello， 可以，好。哎呀，他直接掉下去，一个神坑。结婚，扣200。哎、欸，我们这对就是你水逆啊！我觉得是2020，是不是想吃豪华的东西啊？让自己跑到岩浆里啊！我比较大方一点。嗯，我只是在炸那个坑而已。哎、欸，这个炸国王这个。这宝座真的超可怕、欸，他这样一复活就掉到超下面的，没有几眼呢、啊。哎呦，对，就他复活不能动，嗯，哦，不然的话一动就會掉下去了。对耶、嗯，那这样子下次可以直接先挖一个深坑呢。但正常也会让那里安好啦，你们可以放一下那个国王宝石看看、啊，他等一下在中间复活。好。放之前可以提醒一下泱泱，好，看他那个可以怎样移动，打个泱泱8.6，泱泱的跑酷时间，他们在玩骑马，哎、欸，有马可以骑，哎，有马，我刚看到他们箱子有安啊，哎、欸，哦，他们是那个交易商人是不是？嗯，哇，粉丝你穿洞洞装哎，差不多啦。哎、欸，啊，宝石是不是没有重生？宝石没出来、欸，
咦，宝石又怎么了？宝石又没有了？哎呦，为什么又有了？怎么都是要讲一下才出现？没有啊，就嘴一下啊。刚刚就说他宝石已经掉到岩浆里了，原来是要嘴完才会出来。你是其实刚偷打指令？没有，偷偷来哦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们在家里骑马、啊。那我打字了、哦。啊。然后我这已经赢了，就看那个玩地图的 bug。嗯。也不算 bug， 就是 QQ。嗯。假如这边还要再炸一点就可以跑了。好了，我到了。好。这里再炸掉就可以了。啊！我炸到他了！哇！刚刚他整个掉到洞里耶，直接刷一半的血哦。对对对，没有，没有，这一半的血是复活的血量。对对对，原本的。嗯，然后给他吃金苹果，喂食金苹果。吃啊！小心啊！吃金苹果。哎呀，还在吃，还在吃。他会吃，他会吃。这狂量出生，光超没尊严的一个洞。哇！这怎么去？哎呀，你也有买，我还想说是他的马。我从小雨那边抢来的。叫你 QQ， 连马都不能骑。我只是要玩马，我就知道。他的马。我到了。好了，时间快到了，我去找人玩。好。只用炸弹。刚刚他讲好可怜，金苹果都给你，还要等那个马长大、哦？不是吧？是小马哥吧？跟我之前一样吧？运气不好。嗯。哎、欸。杨洋顺你走了，小雨在后面，小雨在后面。杨洋顺走了，杨洋顺走了，中间。可以看一下，后面，发现后面有人，发现后面有人。杨拿走我的金苹果就走了，啊、我的金苹果在杨身上，他在中间，他在跑酷，马下去了，哈哈，你们玩嘛，我就用手榴弹跟杨玩，马，哎，那匹马嘞，马嘞，啊，时间到了、欸，时间到了，6000哦。据说我原本以为是8000，所以才想说无法8000。最穷的当土豪了，哇，开心！好了，上去，好，最后 QQ， 不要 QQ， 不要 QQ， 这样弱势地方都没得打。我们忘了是6000呐、啊，以为是8000，所以想说、啊、再杀你好像于心不忍。不要吃你的金苹果了，哎、那個欸，我好心挖一个洞给你哎，不是啊，这样游戏体验根本没玩到什么，就是一直被打而已啊，真的出不了门，怎么可以伤害我可爱的平民呢？有那个音乐给的功太强了，我付了200的，哦，你付了200，我也付了一把。不是，主要是这游戏太强，这一方后期不做个弱化什么的话，弱势一方只会被压着打到结束。隐月，你真的是压着打，助纣为虐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还是傻子的啦，其实还有机会啊。我们这一队因为那个、啊、你们一开始附魔金苹果没拿，所以我们有4颗、嗯，我有几次有蛮危急的，还是靠那个附魔。有几次我 combo 到，但是杀不掉、啊。对，而且因为我武器是杰斯克星。杰斯克，哎，我就说我要那个小乙是蜜蜂打了它有用，其他没有。杰斯克星有加成效果，他想说反正有很强的弓就算了，可是近距离就还是会很痛。对啊，近距离嘛。所以就附魔金苹果还是有差，记得拿。之后不会有。哎、欸，这个恶灵马一开始生出来怎么是小只的啊？我等它长大等超久的、欸，好麻烦哦。我要一直保护它哎，你们来炸书柜，我的妈，我没事掉下来了。有你的黑马很帅，我们没有打。很帅吗？那个马怎么会有马？太帅了吧！我要这样，我要跑去抢马还打我。
招出小马就是自己的运气了，超惨的，一招他哦，这是小只的，好好不容易可以骑的，还被骑走，对啊，还被骑走，我在帮他铺路，我想要带他去看更广阔的世界，好奇怪。那马不是你在骑吗？怎么换你在顶天呢？我想走啊！他从后面把我的马偷走了，想说要到屋顶上去骑马。对啊，我说你可以杀我，不可以偷骑我的马。马还重要哦，至少马还在，他没有死。马活着，我把他带到其他地方去而已。他超可爱的。啊，下一场有啊，有观众场，可是你现在报名应该来不及了。等一下，如果一开始扣钱，我就直接发薪水，好不好？发薪水真的超好笑。要播广告喽，那个是系统问题、啊，要十秒钟哦。重点是那时候我们好不容易有钱了，然后又接才换的铁稿，然后又再一次，然后就扣钱喽。就说那时候还好影月，影月有换到铁稿，不然我就是聊，我觉得是系统针对你们啊。我发现你们那边结婚都是自己付钱，我这边结婚都是收礼金。我们都是收礼金的，我们都付的、欸，不仅是作者问题，跟国王无关。对吧？我们说我们这边就是靠那个婚姻来骗钱，那你们就很生气来当我们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一开始这样认为，直到我们后面才发现，原来你们是专门来抢劫的、啊。没钱啊！我们还只是用骗的，你们这群坏人。而且我刚刚连马都不放过。对。就刚刚看二零完全是过了。对啊，我刚刚看二零也是这个。他就一直断线啊。他就是二零，可能网络不是那个那个的这样子。天眼下去还蛮有。捡东西飞啊飞啊。发生什么事情？他大概是我们 FPS 60，他只有十状态。今日不算，太飞了。有啊，他很会给你们钱啊，玲玲。他跟你们结婚，然后跟你们离婚，把钱全部给你们。对，把钱全部给我。为什么离婚？他说没有，我爱错。没有，因为他是杰克的小三啊，对不对？你跟结婚两次都金苹果，我想要有爱生恨。哎、欸，要生恨是那吉吧？你都背叛人家，还有那让他恨啊？他都还愿意给你爱了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这样？坏人。虽然金苹果，然后金苹果。